这个呢，这前方是非常小的大厅拉比，因为本来是皇宫，不是要做裁判部，网路只有那边最强。印度菜啊，一堆都很浓稠，然后又重口味，根本超不习惯的。汤也是很浓稠，然后冰淇淋没有保温，就放在这边。来去皇宫住一晚，来，这就是皇宫级的饭店，然后这是新盖的，所以它不是之前会抽中什么国王房啊、公主房之类的。很大，然后这是中庭。刚才那个印度人啊，把我送错房间了，因为这是三楼，他不想把行李拿上来，所以他偷懒，然后我就叫另外一个送上来。啊，不过我多拍了一个房间，我们看一下。空间非常的大，美败。这就是皇宫饭店。哦，电视那么远。住一晚真的值啊！这大理石啊，对，发现我这个。
这是600年的皇宫。那是三娘阿公。我说的不是皇宫，是阿公。可能后来。皇宫里面的酒吧。对，彩色玻璃那一间就是我的住房，就唯一它有而已，很幸运。